照顾你，来照顾你。还有人要吗？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是吧？好，你要看一个，好，然后你马看一个。够人要来吗？一百块。啊，没有人，等一下要等很久了哦。啊，也出家两个哇，让我哈，都有人来，谢谢，来给推牌来，我要给。啊，鸡腿牌，嫩煎，嫩煎，嫩煎。来，谁点嫩煎鸡腿牌的？啊，姐姐，我先跟他们讲这间为什么好吃，羽衣够不够寡低啊，非常的大片，但是相对它单价会比较高。外面人家整天的行行一起得弄画吧，姐能炸沙的，想要吃这个强酱的嫩煎鸡腿排，这外面人家都是牛排款专用的，姐能炸沙的，来归家那样卖低啊。今天想要吃这个嫩煎鸡腿排，注意听，家人外口行情差不多，来记得讲谢你，记得讲送你，姐能专供炸虎皮哦，家卖你三百一个，存六十块五个上，家那样。庆祝中秋节快乐，记得小三的，姐能炸两块哦，三百六啊，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啊，三百块三百块，那接起的蛮短的，啊，对对对，我带不跑，今天两天，来三天来试用来玩的，来今天多谢你，三百六啊，三百块三百，三百龙王啊，都有人来收起来，来那个水，黑啊，啊黑啊黑啊哦黑啊，姐姐穿一下黑啊，啊那个鳕鱼头刀，啊老婆等你黑过一下，把锅提来划我，青鱼哎破王有吗？该有涨吗？哦有大鸡的哈，来姐姐注意听哦。这一箱哦，优惠给大家，吃看卖的话，因为哦，之前哦，姐姐，我们鳕鱼头刀卖很多了，大家有买过应该都知道。但是我要跟你讲，他们现在厂商这一批，他有跟我讲，他们有帮你们加包装，这样也比较卫生啊。那一样都是格林兰的鳕鱼，不是油刷出来嘛？我先讲，一包多重一公斤，即卖外口鳕鱼去问看卖，一斤拢三四百。啊、哦，加斤半单，一包至少给你开四百，来注意听，一个人炸一包，恁一块卖，啊，上尾一箱卖了，没有啦，要求啊，啊、哦，来，没关系，我尽量变少给恁吃看卖，大地你买袂落，阮有炸这细地，同款拢是鳕鱼，想要吃一个人炸一公斤，免四百，免三百，吃看卖，两百六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鳕鱼两百，两百块，要求啊，这一包一公斤呢，来了，好行哦，卖袂啊，卖袂啊。啊，今天一个人再多送一包啊，青菜不要不要，接人炸冷包，买一送一叫做买东西，四百咩？两百六啊，两百块两百两百啊，两公斤的鳕鱼卖恁两百块啊，两百块，价格恁难哦，真吹拢会使，个人准备吃，两百六啊，来边啊，搁一个来支援啊，他旁边还有一个啊，个人咩无？要收啊，这一包一公斤两公斤的，一个啊，两公斤卖恁两百，个人咩无？两百块两百，一个啊，啊。这真正几十年嘞，互恁食看卖，恁敢无安尼无？个人买来无两百块、两百块，美女也要啊！来过一位吼，来过一位，我买来啊，两百块、两百块啊！姐姐要吗？不要吼，来来，姐姐啊！上尾上尾两个人客人公斤两百六啊，两百块。上尾一个两百块，最后一个两百块。上尾一个两百，一公斤、两公斤的、三斤半的鳕鱼的，卖恁两百块。要收啊，无要紧，可能就好。啊，真的啊，卖啦，好啦，吼，两个人客，一百六啊，一百块。来，试一下，一百块，来，小姐啊。来，两个，拢椅啊，拢椅啊，椅啊，咱提起啊，椅啊，提起啊。来，过一位好啊。啊，来，哦，剩这么，哦，存枪了。哦，来，没关系。姐姐，我要先说，鲑鱼今天买袂紧咩？哎，还下巴，这个礼拜已经涨价，这个什么时候涨价我们不知道啊。来，我要给你加一青菜啊，这样，这边加鲑鱼尾啊，想要吃鲑鱼尾，我把留我五百块，我怕空。来，我怕。姐姐，有水无水？安尼看到菜啊，退冰就是阿水，加沙西米等级的，一个人炒一袋来，两袋来，来三袋来，四袋来，三人去买着尔，想要吃五百块，五百块，啊，一个人炒四袋啊。二四一个人炸四袋，炸四袋卖你五百，一袋剩百二，百二块有够少。你去外口问看卖，这袋上无爱百五百袂吧？来一个人炸四片，想要吃来规只安尼够有哦。来啦，五片给你啊，五片给你，五片给你。来啦，够有哦，来好行啦，三个人吃片尔，无啊，一个人带六片。一袋春兰什么几三人客，五百的话五百块，五百。来，五百。五百块，五百，这样够考虑哦。两个人客，五百的话，五百块，五百块，加七袋哦，你拿五百的话五百块，七片哦，要求这几袋春七十块，任务完哈，来谢谢感谢，啊，有我们就收起来。第五天彩虹鸟新华，来黑啊黑啊好啊哈，来下面讲黑啊，啊，来鹅啊好鹅啊来，不然今彩虹鸟新华来姐姐。
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你若是听无爱我讲，语言翻译无标准啊，啊，我会先来讲。你们如果听不懂，先跟我讲。因为阮物件足侪，所以讲我爱袂较紧的。来，注意听，这叫挪威青鱼整只的。不要看它这样哦，这是特选的哦。外面日本料理店行一个偌济，拢两三百块。注意听，人外口我卖讲离不了你店啊。人有恁去会当吹，我当做小卖咧卖。人外口挂片就卖恁五十。这只只只只，恁开一百块，一个人赚三只，一个人赚三只。今日几箱？两箱了。两箱了吼，两箱吼，两箱就简单啊，一个人炒四只。我先讲，来外口凊彩一只一百，这四只至少互你开四五百块无过分。三人开先提钱，免四百，免三块，三百就好，三百块三百块。来三百。大只啊，来几只呢？五只啦。这个鼓励，这个鼓励啊，这个鼓励。我来收啊，这五只你三百就好，三百块。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。五只啊，来一只，两只，来三只，来四只，来五只。外面的行情只讲到你花五百啊，够人买来无？啊，大尾拢大尾，再过境过哦。价挪威一只来两只来三只来四只来五只哩，三百的话三百块三百块，再来买买买来我收啊，谁谁看枪啊，来收起来没有关系啊，来看啊来看啊来吼，来五彩鱼先来啦，五彩鱼先来，姐姐来注意听，我来看啊，伊今仔日是炸大尾，你看啊。那么大只，今天是带大只的哦。没有，今天带大只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其实我先来夸姐。啊，不对啊。我们东西只要求一点新鲜，第一，第二叫做什么价钱？啊，今天几箱我就贵的，四个人可以同款。大家拢知，阮几箱就是招四个。啊，不过今天较大只，一个人才几尾，一个人才三尾，一个人才两尾，来一个人才三尾。七种办的人外口太好，七种百五起条鱼，看下伊怎么贵啊？来，一个人才四尾。然后我看行情五六百，注意听，外国有哦，要求减一杯串菜，我记好记啊。来，来，我一个提一杯来。一二三四四个客人加五杯给您哦，想要吃免五百，三百的话三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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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杯啊，大杯，够了没啊？来，掏钱加杯啊，三百。啊，还有人要吗？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，来掏钱呀，掏钱呀，够了没啊？三百的话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好，我一三八，还有人要吃五彩鱼的吗？来给我摆一下。好，有人想要吃五花鱼吗？来，要求啊，大尾让它碎啊。啊，重点它很肥啦，来一只来，两只来，来三只来，四只来，来七块够你三八的话三百块。我一三八，三八三八三八拢有啊，都有了哈，来谢谢。来，谁要吃虾子的？啊，想要吃虾啊，来，不用多说钱，赶快来就好了。哦，我们家的红甲红尾巴，你那是不爱大家问哦，大家存起胸两无啊。今天想要吃海白虾的钱来就好，加龟胎妈妈拢好哩。我靠，行情破五百，鱼啊，即马真正贵。阮哥哥赶快了解哦，零三百的话三百块，啊，三百块三百块，三百的话三百块三百块，啊，你若钱来的话三百块三百，啊，好钱，两块两块，我们贵，来客户哦，鱼啊，各位来哦，三百的话三百块，三百，三百块三百块，啊，这样，鱼啊，鱼啊，无够啊，啊，来，来多一个哦，吼，来。哥，你那边欠几个？欠一个，我欠一个，你也欠一个。够人买无？三百，三百，三百，够人买无？三百块，三百块。海白虾三百块，三百，三百，够无？我包下。都有了哈，都有了，来，谢谢，感谢你们。签没？哦，鹅好啊，啊，白带好，来，白带来。哦，哎，鹅啊，我先出。签没？来，你白带好，我肯喊你啃嘞。来，姐姐。谁要吃鹅啊？我要先说宝宝，真的假的？鱼起码踢给我拢没宝宝最近，外面人家行情一包一包，旧的那几条你看啥吧？注意点，春家鸟我看过人给。地方你接着，你只要延续他的生命。这样，哥哥拢再来，我给你送的啊。现在啦，啊，一二三四个客人买得到，几人在龟包，几人在沙包，没心烦。两百了，两百了，包几啊？啊，两百块两包。我几？啊，什么几？两包包两百块，最后。一个客人两百块的包，姐姐，我跟你们说，在高雄两包我就卖一百五啊，够人买来不？两百的话两百块，啊，两百块当旧的大名额，啊，当旧的大名额，两百块，两百，两百拢有啊，哈，来都有的要放着。来，香天北大鱼，白带鱼啊，来，姐姐，这箱我先讲，又带大家。
又会大家，我先讲吼，今日较细地啊，大地个个拢固定咧画三百，最天掉个客人钱拿就好了，200块就花200块。没带了吧？啊、哦，来白带鱼200块，200块200。啊，白带大家拢知影，固定画三百，今日较细地，啊，我袂甲人骗啊吼，今日较细地，一个人客，来两个人客。来，我看我先干嘛？继续活动，继续12公斤哦，12公斤。来3个客人，来4个客人，到10公斤哦。啊，10公斤也买18台斤。啊，来接人，1、2、3、4、5，来6个客人，6个客人哦。我这个有啊，想要吃，想要给你一个，想要落来，200块、200块，加百块拢给你拿。好，加落来啊。哦，你想要4个，来这个。上位三个，啊，来接过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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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上位三个，上位两个，上位一个无啊，啊，全部分掉，让你欢喜，让你送啦，来，拢给你啦，拢给你啦，都给你们了啦，来，都给你们了，柜台满满，一个人再买2公斤，来，拢给你啦，来五位，好，五位哈，来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来接的第六万，上尾一个人给2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200块，200块，上尾一个人200，上尾一个人200，还有人要吃吗？200块，200块，200拢有哈，都有了哦，最后都有了，来肯定就好。啊，这样感谢你啊，谢谢。哦，姐姐也很支持我嘞。啊，来，各位，哎，点啥不来？来来来，姐姐，好好好好。来，姐姐，所有人注意听。我们的干杯，最后四盒了，想要四口。好啊。今仔恁家有人讲订一箱啊，阮咧客咧后边，讲恁订一箱。我先讲，因为这要起价啊，后礼拜确定无变，恁安尼继续，绝对拢甲你划清咧。啊，阮是安怎划清咧？一口。两口安尼，两口发一千，因为真正抢销过去啊，抢销过去啊，一个人今仔日炸一口，恁试吃看卖啊。